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Podcast PN 做什么。这个 Podcast 主要是分享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专案管理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的单元基本上就是跟 PN 的访问。今天的来宾呢是 Angela 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之前的客户，后来因缘际会又变成了我的同事。那我们先请 Angela 跟大家打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那谢谢 KC 邀请我来录 Podcast，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其实在不一样的产业都有一些经历，那有在那个人力银行，然后在通讯公司，然后在小的上市上柜公司也有做过一阵子，那现在是在一间外商做 PM 的角色。那我的就是职场经历的角色其实也蛮多的哈。我刚就是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是在写程式。我是 Java 的 programmer， 然后从 junior 做到 senior， 然后负责了蛮多案子的，然后后来就因缘际会的因为转职的关系，我就开始做接触专案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也管了蛮多的案子这样子。所以去 Angela 其实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 Angela 其实在不同的公司跟这种很多不同的角色都做过。那我今天会想找 Angela，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很特别，就是他其实就是在甲方跟乙方其实就有这样子来回做过，而且基本上都有做过类似 PM 的角色这样子。那我其实很好奇是说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角色的变化或公司这个变化，你是自己的生涯规划选择呢，就是还是说这是一个这个达尔文的命运安排呢？这个其实是真的不是就是因缘际会齁。我其实原本没有想说要这么早就开始接触专案管理的工作，我还想要就是多磨练一下技术。然后殊不知就是莫名其妙就开始关起厂商来了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在那一个开始要做专案管理的期间，其实心里也做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调试吼。因为其实原本我想说要就是继续当工程师写扣这样子，然后开始要在职场上面对不一样很多就是管理啊，或者是沟通，还有就是要跟不一样的人去开很多会，这个生活形态也有一些转变哦。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我其实也我其实也觉得学习到蛮多的，然后我自己在心态上面也有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就做好调整之后，就开始就是迎接这样子的挑战这样。那你之前在我想问的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你有刚讲说哈，就是这是应该是达尔文的命运安排，就是说你原来也没有那么想要那么早当 PM 嘛，但是你进了某公司之后就开始被安排类似像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要去管厂商，就管我们呢，是没错吧？哦，所以这个你可以讲一下你这些心境的变化嘛？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自己跟你可能也有很类似，但是因为我没有管厂商了，就是说一开始也是写程式，然后也没有想过，怎么会突然间转工作就变成像这样的工作了？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或是可以多讲一些这些细节，转职的细节。哦，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老实讲，我也不是就是一转职就开始担任就是管
专案管理的角色，我也是慢慢的就是先从就是比较维运类的东西开始摸起，然后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需要技术能力去就是掌握住就是平台或者是服务的一些状况，然后是到后面其实开始因为接的东西慢慢接的服务或者是跟那个平台越来越多，那就公司其实就是会发包给厂商，那就开始开启了这一段就是专案管理的就是生涯。那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是会发现说我现在其实就是要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我其实是需要就是有不一样的专业人士开始来协助我做这些工作，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其实就会觉得说就是刚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有一些新不一样心态的挑战，那那时候我其实也就觉得说好啊，不然达尔文都这样子了，就顺水推舟，那就也因为是新的东西吼，我其实就也觉得说来挑战看看不一样的就是专业，然后就开始这一段就是旅程。因为我其实没有待过甲方，所以就是甲方的这个 PM 其实并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我就是做乙方嘛。那你能够说一说说那种像甲乙方这种 PM 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其实你就是我们公司三四年嘛，然后你其实有一段转换，就说从甲方的 PM 然后转到乙方的 PM， 中间可能还有一段是做顾问做 consultant 的工作，那这两个甲乙方的 PM 有哪些不同，它的重点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在甲方担任专案管理的话，他其实会就是看到比较广一点，然后在乙方其实他就是会比较专注在就是手上的这些就是要执行的专案。那先讲回来到甲方的 PM， 因为我们其实我那时候在负责的都是一些internet service 或者是一些 platform 的工作，那其实他会有一点点像就是product manager， 他需要看的东西会比较多，特别是就是这个 service 的维运面的东西其实是需要PM 也多去了解跟琢磨的吼。那除了就是前面有厂商在帮你做一些新的功能的开发，或者是自己团队里面的工程师在做开发，你需要兼顾就是这些专案执行的进度。那后面其实关于这一个服务或者是平台它的维运的状况，你也是需要跟维运团队去做很多的了解，跟关心他们就是服务现在的健康程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甲方里面看当 PM 其实也看的面向会比较广一点。那我那时候的公司的制度其实是会分成技术类 PM 跟就是业务类的 PM， 对对对 ，technical PM 跟 business PM。那 business PM 它其实就会看到更前商业的面向一点，包含就是前面有一些就是行销啊，或者是客服类要怎么去做规划。那后技术类的 PM 它其实就是会去掌握住就是这个平台它的一些架构啊，或者是就是后面要支撑前面商业活动需要搭配的一些就是技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组成起来可以学到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那在乙方做 PM， 他会是比较专注在就是公司发的这个专案，这个时间点你就是
专心的把这个案子的大小的事情就是要兼顾，然后就是专案的时程，还有你的就是专案成员的状况，其实就是变成 PM 都要就是很了解，然后包含就是你跟客户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就是客户的状况，你其实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度这样子。那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就是顺利的就是尽量顺利的把案子完成这样。所以在乙方做 PM 其实会比较专注一点哦。那这个也可能跟我自己现在就是在做的 PM 都是非常专就是专案执行者有蛮有关系的。那如果是senior PM 的话，他可能看到面向又会比较广一点。那其实 senior PM 的一些就是分享，我觉得 KC 也可以贡献一些经验这样子。嗯，这个以后会很多时间。如果我们这个 podcast 能够再多做几集的话，就会有很多经验可以做。对，但是这个。就是说我刚这样听起来，就是从你这边的 view 来看，你会觉得甲方的工作其实比较广，因为听起来就是因为你承先启后嘛，就是你有老板的业绩压力，有 business owner， 像就是 business 的 project manager， 可是听起来这个好像是 product manager 或他们这种角色，行销的角色。那时候其实我记得要应就是说我们在开那个会，可是你是甲方的 PM， 可是旁边会站了一群人，对啊，像 Alan 啊，或是像他的老板啊等等一堆要做维运的人，大家会站在你的身旁，那可能就有很多姑姑、婆婆、嫂嫂，大家会有很多意见。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甲方他就是说啊，你告诉我做什么啊，我就去做啊，时间到了拿给你，所以甲方其实比较专注在执行面。乙方啊，乙方专注在执行面，那甲方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内外的协调这样子。这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对的吗？我觉得我蛮认同这样子的，就是解读哦。那其实就像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是乙方的 PM 的话，其实会比较就是任务导向了。那他其实就是会。需要很专心的把就是这个案子就的进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都顾好这样。那甲方的 PM 其实诚如 KT 说的，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做 communication 上面，但是其实其他就是一些基本功其实也是不能掉，那只是加入更多的 communication 要做。就是他可能横向的沟通，我不止横向哦，因为其实甲方有老板，乙方的老板其实那个角色比较弱的，乙方基本上就是对接客户，甲方的老板会比较多，哦，就是好几层，比如说那时候你老板 Lisa 姐姐，还有他老板 Richard， 我记得有好几层，对。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们节目，很多很多，如果他听到这节目的话，就是代表我下次就要去邀请他，他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可以哦，他们应该蛮多可以分享的。对，他们做那个串流，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对，他就是从可能很单纯的做专案，跨入产品的领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对，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去邀请他，他当然来写信。好，对，那。你就像这样子，就是但是说真的，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题目，是说啊，就是因为你以前就是管理厂商嘛，后来你就会变成被管理啊，你会有没有什么心理调适的问题呢？你可以聊聊这一段吗？好，其实我觉得甲方做了一些专案管理的就是工作之后，然后再转换到乙方，其实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其实会就是当你在做跟你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你会蛮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暴躁，因为可能就是后面会有一些operation 或者是 business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然后他
其实是挡在我们前面的。那像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有甲方的工作经验，那比较容易理解说就是甲方 PM 他目前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其实比较容易同理你的客户。我觉得这是在我后面做乙方 PM 的时候蛮大的一个优势。那其实就是也借着这样子的经验跟客户之间也拉近了一些距离这样子。但是我问一个这个题目，不知道是合不合适，就是说即使你已经可以感受到说哎、欸、这个东西其实我知道你有苦衷，可是有时候就是不能吞嘛，你知道，就是就没钱，就是不能做，那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对啊，其实就是也会就是一样嘛，就是同理对方吼。那其实因为你担任过这样子甲方的角色，那你更容易知道说你可以用怎么样的角度去，或者是不一样的用他的视野去找到就是那个我们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其实在沟通上面，首先同理对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切入点。那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哎、请说。没事没事，我说赞同这个同理这个字。哦好。那其实就是老实讲尤其是东方人吼，其实在沟通上面其实有时候动之以情其实是蛮有效果的。那再加上就是双方其实有类似的一些经历，那其实在沟通上面来说第一步如果可以就是踏出去的话，那后面的一些协商的工作我觉得也会比较好做。那像刚刚 KC 举的例子吼，就是客户想要做什么功能，但是他没有经费，或者是他其实时间压得很短。那其实我们会想要去了解说他到底是后面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素，那我们可以就是再讨论一下在现在这个状况怎么去做一个平衡，或许就是做一些协商，那各退一步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相同的一些或是类似的一些经验的话，其实是对于这个沟通或者是说谈判上面其实是会有帮助的。这这样听起来，其实有时候你好像会跟，比如说你现在是乙方，你有时候就会跟甲方 PM 演演戏这样子，因为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对可能对自己团队或者是对他的旁边那些团队的人就会有一些帮助。那我这个刚才在写这个访纲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每个人的做 PM 啊，就是说，可能做甲方跟乙方就是会有不一样，然后你在不同的产业也会不同，所以我就想问说，我就拉了四个角色，大家可以也如果说听到的可以想想自己可能是哪一种角色。我其实要来问 Angela 的 ，Angela 觉得你是哪一种角色？第一个就是那个。第一个就是婆婆妈妈管到饱的这种，就是什么都要管，然后管得很细很碎，对，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种就是像牧羊人一样，就是说，你就是平常放牛吃草，可是如果你那个跨过边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放狗，就会去把他们赶回该去的地方。好，就是平常不管，但是要管的时候，可能就会使出这种霹雳手段。第三个呢，就是小天使，就是做心理辅导的，就是用爱与教育这样子，好去关怀你的 member， 好让他就是顺从你、听从你。那第四个呢，就是暴君，就是什么都要管，而且很凶悍，绝对就是管到底，没有那种
说 no 的这种余地。那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PM 呢？我觉得要分时期耶，因为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暴君，因为我其实是脾气蛮差的。有吗？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没有，你知道吗？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晚的，这我讲一下，就是跟 Angela 的共事经验，就是呢，那时候我记得他办公室好像在8楼还是6楼，然后我们那个专案室就在2楼，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下班的时候要去找他。那有时候你去找他的时候，其实那已经很晚了，他就露出一个暧昧的微笑，打开了抽屉，以后就很多零食，然后就问你要不要吃。所以我就想说，你这应该是小天使型的PM 这样子。所以你说你是暴君，我想有吗？是吗？我相信你应该也被我骂过，只是你忘记了。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子。对啊，没有，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脾气是真的不是很好，我也会就是拍桌子，然后跟同事大小声啊。那我，但是我其实会有一些原则吼，比方说跟像跟就是乙方的 PM 沟通，我一定都会都大小声，我一定都是在会议室，而且是乙方 PM 的 member 不在的时候。所以我才会说，你应该被我大声过，可是其实可能其他人应该是不知道这样子。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 PM 跟 PM 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在管理层面或者是在就是执行层面上面，就是在坐下来谈。但是 working level 其实像工程师或者是 ACA， 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任务，再加上就是他有他自己的 PM 可以去跟他们做沟通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跟就是我的厂商太过就是发太过火这样子。我通常只会对 PM 就是展现我那无情的一面，但是可能就是乙方团队的工程师或者是就是team member 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客户这样子。对，大概在就是角色拿捏上面，我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想法啦。那其实我在做乙方的时候当然没有就是那个态度会有点转变，其实我也会比较对自己的 member 会比较严厉一点，但是跟客户之间其实是还蛮和颜悦色的。这其实就是在做甲乙方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些在面对人上面的不一样这样。好，我其实很赞同刚刚 Angela 讲了一个点哦，其实就是不要在那个别的 member 前面骂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该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尊重了、啊。然后就是有时候你骂虽然骂得很爽，可能会有反效果，但是我觉得 Angela 这样子其实是就是算是对的，因为这样子其实大家互相尊重，因为没人喜欢就是你去。就是如果你把乙方 PM 骂到爆，然后让他威信尽失，其实事情会非常非常难做。对啊，对啊，我相信他其实还是需要在他的 member 前面，就是建立一些，不管说是威信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态度也好。那其实我也觉得说，就是我们那其实我们双方的合作其实是要走长久的吼。那其实不要帮这个乙方的 PM 就是做了就是破坏他自己在做管理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就是他的方式。那你像你这样讲，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嘛，所以你会因应不同的专案特性或是什么类型做些
转变？比如说像我知道在疫情有一阵子很严重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说，哎，你对 member 这边有没有被好好的 take care， 这个有很强烈的这个就是很重视。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你会比较想要鼓励你的 member 成长，让他自己走出去，所以会刻意去 do something 或是不做某些事情这样子。你要分享一些吗？这个哈，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团体工作其实还是人是很重要的啦。那我有听前面几集 podcast 有一些 PM 其实就也有提到说，就是你管人其实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哈。你要怎么去就是引导你的 team member， 或者是让他们就是知道说就是他的 PM 是跟他站在一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也要邀请大家就是持续收听 KC 的 podcast。 其实 KC 在这方面的就是做法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其实 KC 也是一个蛮温暖的 PM， 我其实有看过他就是在如何去就是照顾他的member， 然后就是带着他的 member 想要一起学习成长。这个历程其实因为我跟 KC 也共事过就是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其实我也都也有参与过一些，这个也是蛮值得分享的。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PM 的工作其实有时候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既不是你的老板，然后可是他其实跟你说是 PM， 大家又有一些工作 aside 的关系。那我们这种角色有时候会跟很多很多人合作，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就是人力派遣，或者是跟一些比较小的厂商。那你跟这些人合作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是说，你当然可以说那就大家在商言商，然后就是也是一种做法。可是有时候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如果考虑到说跟生意层未来的长期合作，或者是说在整个人的经营上，那有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愿意去关心他的 career 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需要 career 的 support，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找 help。那我觉得 PM 的角度可能会站得比较外面一点，他不是单纯的就是工程师的弱，所以他有时候看的 view 其实会跟工程师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能够协助或者是给这些人一些建议去做一些尝试。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我记得我们之前在 run 敏捷嘛，那大家也都不懂，可是你当然我也觉得是说大家可以忍受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谢谢大家。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愿意一起去尝试，你才能够走出这一步嘛，否则永远大家就是在原地踏步这样子。对，讲到这边，我其实也想要问一下 KC 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哪一个类型的 PM？我其实这个我其实跟 Angela 其实也有很类似，就是说其实在每个专案的状况之下其实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在想说，我可能是在外面的人来看可能是比较像是婆婆妈管到宝这种，就是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但是有时候说真的，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也会变成暴君，说真的有时候会在某些状况之下。对，当然我觉得这是可能专案的规模或是什么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假如说你的专案的规模非常小，你可能就是member 也不多，那大家就是说你不要，你就当牧羊人，那大家就是走自己的游戏规则，你不要超出界限。但是有时候你仍然会进入一个就是暴君的状况，就是说你如果在专案已经非常的 tough 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很那个
很危机的时候，你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就会你就会变成那种魔鬼，你不你的就是我之前就会有种感觉，就是说你可以做个好人，可是案子不一定会变好，但是你如果案子变坏了，你仍然还是要去做那个坏人，所以你要不然就一开始就做那个坏人，你总是要变坏人，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对，这也是这是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像我以前的老板也常常会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人性本贱，人性本贱，就是他就会非常强烈的告诉你说这些人都不能 trust， 就是会这样子。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这当然我相信他不会说人性本贱就真的是大家觉得他都是贱人这样子，因为他这样骂到我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哎、欸、那你有这种心理准备，你就不会被有一天发生什么 surprise， 说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坏都要欺负我，对，因为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也想就是说就是你有一些心理准备在那边，那你就比较能够弹性的去变化你的角色，甚至比较多元综合一点角色。比如说你对 member 可能是婆婆妈妈，可是你对的这个客户可能就会变成暴君，类似像这样子，可能我还是会有点差别。嗯，对，搞不好就是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改变。嗯，诶，那我问一下，你觉得用那种高压对专案的进展会有帮助吗？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自己被叫暴君嘛。啊，你也之前也说你也当过暴君，你觉得如果你对团队这个施压用一种很暴力的那个方法，你觉得这个效益如何？你会给他打几分？几分不敢说，但我必须说它是一种像是特效药一样，就是它只能适用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那我举一个例子齁，我其实是曾经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就是还有 Concall， 然后那个就是 Concall 上面还有大概三四个单位的人，然后呢现场有一位长官，就是客户其实是甲方的算是高阶主管，然后他想他跟他的 member 在现场就是要叫乙方的团队做什么什么，然后电话里面其实那三四个单位又他们的 leader 又抢着也要指挥乙方就是要做什么什么，那我其实到最后我其实受不了，我就大声吼他们，我吼到就是会议室外面整层楼的就是客户家的工程师都望着会议室的门，然后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其实就突然听到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人很凶的在里面不知道在干，然后就是全场都安静下来。那我其实就也很凶的跟我的客户们说，就是你们要做什么给我一个指令就好了，你们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做事。是。对，那其实就是在那个场景之下，其实用这种暴力破解的方式，其实你会让那个现场马上就能控制住。那其实控制住它其实就是变成是你后面搭配要怎么去再让这一个互动再就是热络起来，这会变成是就是后面需要收拾的事情。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嗯，没错，有的时候其实是它会变成越就是越来越大家都越来越暴躁，然后其实就一发不可收拾。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其实用暴力破解，不管是在跟客户或者是你就是高压的对待你的团队，这个我都认为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方式啊。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你有需要对大家高压压一下，让大家的就是不管是 performance 或是各方面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有所突破或是有所进展，我觉得它会可以是一种就是手段或者是做法，但是它不会是长久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因为长久老实讲人也会疲倦，或者是人也会就是觉得像这样子的管理方式会让你的好的工程师离你越来越远，好的 member 会离你远去，这样子。这好像那种夫妻吵架，就是一开始就念到，然后有一天终于爆炸了，然后就破口大骂，然后但是有人会说就是不留隔夜仇，就很快就恢复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因为通常吵完之后就会进入冷战嘛。那冷战之后，这要怎么解开呢？就是你知道，毕竟甲方就是付钱的那个人嘛。那你去削了那个他们家长官的这个颜面之后，那怎么办呢？对啊，就是当你使用这种暴力手段之后，你必须要还债。就是你必须要好好的想接下来你要怎么收拾，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处理，那可以让这个就是当下的互动就是在复原，或者是说你跟这个客户的关系其实是不要让它变差，其实是后面有很多的动作要做啦，所以其实像这种高压的方式真的不要太常使用。但是这也是经验谈哦，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就是也会跟同事拍桌子什么的，反正大家觉得我脾气不是很好，然后就是会尽量不要跟我就是有太多的沟通，这个历程我也是经历过的，那其实是就是后来发现说啊，其实还有不一样的沟通方式，不一定每次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很暴躁的，或者是很给人家压力，或者是要去写就是要求很严厉的要求对方去做什么，其实有一些缓和的方式一样可以达到沟通的效果。这是在我就是做专就是做 PM 的历程里面，其实慢慢的学到的一个经验谈。那管得多跟管得少呢？其实我刚刚一直用谈的就是比较就专案管理上的一些情绪的那个指针，就是你可能用很和缓或是用很暴力。但是你通常不会让那个指针就是偏到很暴力嘛，就偶尔为之。但是你也不会让它太和缓，对，不然有大家都不理你。好，这个指针可能就是在就是你情绪是高压或是低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你要管得多或管得少，你这个要怎么去拿捏你？其实我应该是那一种，就是我看很多，但是我管得很少。这也是一种就是我其实是不太喜欢管人的人，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你都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成年人就是争气一点，那就是学着为自己负责，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啦。那会变成说就是我通常其实会习惯就是离我的团队稍微有一点距离，然后我就是守望着他们。那除非今天有我必须要介入的时候，我才会介入。那不然我其实就是看每一个专案成员的状况，我其实会适时的让他们自己去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当然就是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当然就会找到旁边，就是好好的就是跟他们沟通一下，也关心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没有需要一些协助，那如何我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就是把他们工作做更好。通常我就是
都会在旁边看，但是除非必要我就不会去介入他们自己做他们自己的工作。那其实这样子齁，会变成是我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我必须要学会我要忍耐，不要一直想要干涉别人。这其实不容易，对，我觉得守望不是容易的事。就是会变成是另外一种挑战哦，就是变成像我个性本来也是很，就是你看我刚刚也说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然后会很就是暴躁。那暴躁我其实也是会暴躁，就是因为有事情看不过去嘛，那就会想要骂人啊，或者是碎念啊。那这种就是我后来我就会就是把它当成我的一个挑战，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人就是我要学习，就是站在旁边看就好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然后才会变成是现在这样子，就是在团队旁边就是守望着他们。那当然就是会变成是，就是如果有任何状况，我就也会义不容辞的跳进去帮忙。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是还蛮喜欢让我的队友们，我其实喜欢称他们为队友而不是 team member， 就是让我的队友会感受到我其实都在他们身边，然后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里面在工作。那这种氛围其实制造出来之后，我相信这一个团队的绩效不会差到哪里去啦，那基本的分数一定会有的。那剩下来就是PM 就做 PM 该做的事情嘛，那专案的进度什么的就是把它顾好，其实工作就不会走中太多这样。你刚讲那个队友这两个字，我其实算是还蛮不错。其实你用这个词，其实就会就是会把你就是你用什么词，其实会告诉别人说你其实怎么去看你在这个团队中的角色。对，这个我觉得队友啊，有人会用什么队友啦、兄弟姐妹啦，那有人用 team member 啦，或我的 member 啦。其实你就会觉得你放这个角度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说，像队友，你可能觉得。对，你会觉得这是平等，大家是平等的角色。虽然实务上可能还是不会怎么平等，但是你至少在言辞上可以不会、就是好像不会去吃他的豆腐。那但是你说，我的 member 或是我的部下，这种大家其实就会马上就会有感觉说，其实你这个言辞上好像是有一些意识上的这个就是有区分的上面跟下面。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像也有人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该这样子发生，我就可能还要看你的产业啊、公司啦、文化又不太一样，还有你管的就是团队到底有多大多小、其实都有差别。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可是我们可能没办法这边聊，就是这种扁平组织，就是扁到一种程度到底能不能 work。 因为好像有人说之前 Google 好像是没有经历这种职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不会因为平等就造成公司大家都会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会仍然会需要一个 mentor 或是 coach 或是一个主管的角色带着他们，只是这个可能每个公司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记得后来 Google 的工程师们是要求他们要有 manager 的。对，应该我也听过这个，不知道这是都市传说好像。我们如果有机会遇到 Google 的人，我们可以聊聊这一题。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我可以去谈谈看。好，那今天我们大概也聊了一下，就是最主要就是谈的题目比较软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专案管理上，当然大家都会衍生出一些情绪，就是这个情绪的流转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情绪是一个容易放难收的，而且那个门槛会越来越低。就是你只要发过一次飙，你之后发飙的那个门槛会越降越低，而且频率会越降越低。
最后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想这个最后我还是想要请 Angela 给是不是可以，我原来想要问说就是那个甲方转去乙方做 PM 这种题目，可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好像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偏离的，我们聊的有点歪，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改一下题目，就是说，就是 Angela 你觉得就是就这个专案经理啊，他在情绪管理上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吗？会有些什么学习或自我增长的管道？那个我觉得现在脾气会变得比较稳定，是因为我去上了萨提尔。大什么？萨提尔？萨提尔的课程，那它其实就是冰山理论嘛。那个随便 Google 一下，就一堆书、一堆课，然后一堆影片介绍。我其实也会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其实找到你内心的那个平衡或者是平静齁，会对你在就是职场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蛮有帮助的。萨提尔你是是陈老师吗还是李重建老师？我是去上李重建的课。那个李重建老师的这个讲话课我也是蛮喜欢的，就是我有时候在脸书上其实有订阅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脸书，我觉得他有的对谈其实是很感人的，而且就是说他能够在大家情绪起来的时候能够把大家的情绪梳理起来，让大家扛荡下去，然后去找到问题。那当然这离我的修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对，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尝试看看这个冰山理论啊，打冰山理论应该可以查到蛮多课，或查李重建老师应该也有蛮多就是相关的这个文章跟课程。没错，就是情绪这部分啊，那你还有其他的法宝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就是问象一下吗？法宝其实就是。我觉得多跟其他的人就是做交流，比方说参加社群活动啊，然后或者是去多去上课，认识不一样产业或者是不一样公司行号里面的人，其实你会就是如果多接触的话，你非常高的几率就会多认识一些有趣的朋友。那我觉得从别人的生活里面去学习或者是去就是增广见闻，其实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 approach。就是听起来就是说把你社交其实也是能够增强你这个情绪的防护罩或是防火墙，让你的情绪会有一些抒发的管道。有的时候是会让你看到你情绪上的缺陷。这倒是真的。嗯，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谢谢 Angela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职癌，就是有一些职业的转换。但是我觉得后面聊的比较多的，反而就是在做专案管理或专案经理的工作时候，有怎么去处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就是对一些相关情绪的分享。那我也相信每个人对自己的这种工作上一定会有情绪，那怎么去调试自己的情绪，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那他 Angela 这边提到就是说，那冰山理论如果你可以 study 它，能够从这部分得到一些收获，因为你了解你抓狂的来源，那你可能就比较知道如何去遏制它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欢迎大家这个五星好评、订阅跟分享。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在我们的 FB 或者是在 Podcast 的留言。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拜拜。